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魔术是 Any Card，中文名字叫随心牌，是 Richard Sanders 的作品。魔术效果方面，观众随心想的一张牌，魔术师早就写在四张 A 的背面上。这一个魔术包含晚上教学影片和一副特制的扑克牌。教学影片总共有18个部分，加起来差不多1个小时40分钟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。特制的扑克牌是 Bicycle 的品牌。如果是第一次使用道具，需要15分钟左右预备。但是平常表演只需要几秒钟准备，表演完全不需要特别手法，非常简单。观众真的可以随机想出的一张牌，魔术师完全不需要引导观众。提供的那一副特制扑克牌是不能全部让观众检查的，只有最后的几张预言牌是可以完全检查。如果你想的话，你也可以显示其他语言的文字在牌背，因为预言的文字都是自己写的。提供的扑克牌是特制的，所以不能跟其他扑克牌一起使用，也不能换成其他品牌。这个魔术可以站着表演，也可以把扑克牌放在桌子上表演。这是一个效果非常强烈的魔术，表演方法很简单，也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手法。Richard Sanders 的随心牌将会是我常常戴在身上的魔术。在这里，我想要感谢 Murphy's Magic 的帮助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请到各大 Murphy's Magic 的特许经营魔术店购买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不要忘记关注我的视频和留言给我哦。下次再见。